大家好，接下来介绍的是与 iOS 装置连线后的快捷键操作。iOS 可用的键盘快捷键如下：首先 ，Fn 加 F1 为语系的切换，Fn 加 F2 为 Home 或浏览器首页。当然，长压也可呼叫 Siri。Fn 加 F3 为搜寻按键。Fn 加 F4 为虚拟键盘显示隐藏。Fn 加 F5 为前一手。Fn 加 F6 为播放暂停 ，Fn 加 F7 为下一首。Fn 加 F8 为萤幕开启关闭。另外，右上角还有音量的控制。